晚年丧妻，佢只想完成亡妻遗愿。我最想咧，就同你再飞一次。点知仔女搬翻嚟住，令佢开始学习放轻自己。真唔系亲眼见到未必信。睇住老豆俾个波铲啊你！咁你有功夫底啊嘛，又识轻功，衰仔。九重大龙凤出嚟，有咩意外咁点啊吓？呢个世界冇完美噶。TVB 之最轻功，10月24日起，每逢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。8度空间平凡见真情播出，你亦可以下载 TonTon App 收睇。